大家好，我是艾莉。今天艾莉带来的玩具是，当当 ，Hello Kitty 的喜鹊蛋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打开一下吧。这里是艾莉的家吗？嗯，是水啊。是的，是艾莉的家。水呀，我是 Hello Kitty 的快递员。哦，快递员，哇，终于来了 Hello Kitty 的巧克力哦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拜拜。拜拜！哇哇哇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 ！Hello Kitty 的奇趣蛋。首先呢，要打开一下这个箱子吧。这个箱子呢，我看一下，是种 Hello Kitty 的公仔哦。哇塞，阿丽好久没吃这个巧克力呢。看看看看，当当，哟呼，不要。真可爱是吧？好了好了，那么快点要打开吃一下。哇哈哈哈！这里是玩具，这里是巧克力，先要吃一下巧克力吧。哇哈哈！嗯，真好吃。来，第一个。嘟嘟，超级可爱，你们看。不过，阿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运动器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是什么呢？给我留言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。OK， 就出了一个 Hello Kitty 的小公仔哦。嗯，还不错。第二个，哟，哟。谢谢谢谢，好的，谢谢谢谢，又吃一个，嗯，圆圆的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第二个，啊，不一样的了，不一样的。哇，这边呢就有小镜子的贴纸，嘟嘟嘟。朋友们就去了 Hello Kitty 的化妆台，那第三个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哇哈哈，对啊，正好正好，现在吃巧克力太甜了太甜了，休息一会儿。哇，朋友们，艾莉运气真好，对不对？第三个也是不一样的公仔嘞，得咯。朋友们，这个三个 Hello Kitty 的公仔都很可爱是吧？还有剩下一二三三个，九个了。 OK， 那么又要打开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看一下嘞，漂亮是吧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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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最后，朋友们，没有希望，我觉得应该是跟这边的一模一样。最后呢，巴巴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朋友们，拜拜。